没一起抽，OK 哈，好就发霉了。我爸12根就6000了，对不对？这样就6、7块，6000块这样就飞了。OK 好，那个是雪茄哈，雪茄跟香烟交互功能，来 cigarette 来跟你一次啊 ，cigarette cigar 雪茄四个的 ，OK 好，来这个 Thomas Johnson 是 resign 的 over， 他辞职，所以 resign 就是动词 ，OK resign 是 over 这个原因是因为香烟不能选。香烟走私案，所以哈 ，cigarette smuggle， OK， S 这边写一下 ，OK， 那 smuggle， S M U G G L E 写原型来，全班共同一次，共同一次 smuggle， 就是 illegally import， OK， 哈 ，I L L E G A L L Y， 来，全班共同一次 illegally， 非法地 ，I M P O R T， 什么是 import？ 什么是 import？Hello， 什么是 import？ 所以你看，你已经到高中了，有时候真的没办法全英文，全英文速度会很慢。如果我用全英文 import， you know import， airport， you know support， you know， so import， you know， is mean you buy something from foreign， okay， a foreign country， okay， overseas country， another country， so they will ship to Taiwan， and yeah， good job， okay， somebody know that， so import mean， import mean。Right? Because P-O-R-T is me. Right? The sheep will pull over in the port. So airport, what's that mean? 这是港口 This means air. So in Japanese, we call it 空港。你去日本看，日本的机场都叫空港。哪一个字？这个，这个。这个进货进得来，人出得去，高雄赔大钱 ，OK 哈，进口 ，OK， 是啦，现在大家都下礼拜还有人叫我编，老师，你可不可以编爬树啊？我现在发现，不止现在一般民众，我连学生。都犯政治化，超政治的，对不对？来，柯文哲要阻挡，知道吗？台湾民众党，简称台民党，为了谁？郭台铭。我不知道。他老婆只是个幌子 ，OK， 好啦，这个字叫做 giving 啊，麦恭维啦 ，OK 啊，来 ，shut your goddamn fucking mouth up，Thank you， 好啦，这叫做机场，谢谢，来，请进 ，OK， 好，找位置坐 ，OK， 随便都可以啊，第一个对不对？哎，你有讲义吗？政治进行，还有一个片语，来，片语我们今天不会讲哈 ，OK， 然后新闻英文抄一张来。然后拿几张白纸，好，谢谢。那个试听的同学哈，这是新闻英文。如果待会我们用到讲义的话，你先不要画，好不好？啊，如果你确定你要报名，那讲义送给你。那这个你们两个试听嘛，这个新闻英文直接送给你。你如果听了觉得老师太丑不想报，这个没关系，是给你，好不好 ？OK， 好啦。啊，我会发给你两张白纸让你做笔记 ，OK 吗？好，谢谢。OK， 我继续往下。好，我们现在在讲这个新闻英文这一章啊，讲义可以先收起来。OK， 好了，继续往下。所以各位同学，这个 import 拜托我有没有闭嘴来 ？import 跟 export， 我们从新闻英文再延伸你的单字，同学来 import i n 这个 e x 你知道 ？e x i t 共同是 exit， 这两个同学不会念。我遇过最离谱的，他这个字给我念 taxi， 就是这样。这是计程车，是 exit， 什么是 exit？ 等一下你们出去的时候会看到公道门口有一个绿色牌子，然后有一个人这样，这是什么？出口，这个出口是真的跑出去的出口，啊，这个出口是什么出口？贸易的进出口 ，OK， 来，好，那这个在那个英国叫。Way out, OK， 路出去的，在英国叫 way out, OK， 好，这是 export, OK， 好 ，export 叫出口，它是贸易的出口，那当然有出必有，有出必有，中你个头啊，有出
必有收银这样这样一个。毛引谁啊？我们班同学都比较淫荡一点 ，OK 哈。好来，这个字叫什么口？就是东西进来的 import 叫做进口，来处理一个东西。所以以后你看到 EX 就是出去，看到 IN 就是进来。那这个其实平时是叫 in，OK、okay?。可是为什么变 in？ 同学，你未来只要遇到 P， 只要遇到 B 这两个字，前面的 in 通通要变成 M。再讲一次，这个在国小爱丁堡、哦、或者是你们后来学的，他们非常要求这个字的发音，来全部都念一次 N， 不是 N， N， 嘴巴不要闭。那如果你把它加进来，就念一次 M， 嘴巴闭起来。那 P B 怎么发音？来 P 无声，喉咙不要震动，就念一次 B， 震动 B B， 你会发现这个两个都是。喷音，什么叫喷音？在发音的技巧上面，就是要把你的嘴唇含进去，喷出来，一定要先含进去，才有机会喷出来。如果你没有含进去，是喷不出来的。不，请问这个是哪一个是闭嘴音？这个。所以为了只要遇到 B 或 P 前面一定是 M， 所以各位同学 IMPORTANT 你从小学到吧，各位同学 important， 对啊，你一定是看这个字对不对？各位同学还有一个字叫 PATIENT， 来全部各位同学 patient， patient 叫做耐心，当名词叫做病人，很好啊。我哥哥对我们，我女朋友对我很没有耐心，对我很没耐心。可位同学，请问是 impassioned 还是 impassioned？ 当然是这个。遇到拼，所以以后你拼字就不会拼错了，你就会了，因为你遇到 B P 就是 M， 所以那是 impassioned， 没有耐心的，这叫没耐心的，这叫重要的 ，OK 吗？了解吗？字就这样来，让你背字就会越快越准。所以来这首字跟 port OK， 再一个叫 report， 好 port， 各位同学 port 叫港口，再一次港口，再一次港口，进到港口要干嘛？先按喇叭，哦哦，吓死我。你就叫，不喝就算了，对，哎，一杯奶绿。奶绿有什么关系啊？对啊，梁永新生，你说奶绿，嗯、啊，这种是违背我的意思，好吧，不要就算了 ，OK 好，好了，什么叫 point？ 要进港口之前要按喇叭，大船大船，那里港了，你说耳朵捂起来，你说耳朵捂起来，快点快点快点，女生不要听，哎、欸，我又。When you, sorry, when you go with your girlfriend and you want to go inside, do you have to say first? Of course! You have to say, hey, my girl, I'm coming! Okay, put it off. Thank you. 为什么闹啊？是不是？你要讲我要进来啦，快快快敲门啦，那同学要再一次进入门口，你必须先你必须先报告 report， OK？ 所以各位同学延伸到了 reporte reporter 报告的人，就叫做什么者？记者，谢谢，就是记者 ，OK 哈，就是记者。记者有分好多种 ，correspondent 叫特派记者 ，OK reporter 是一般记者，还有 journalist 的文字记者，之后再教，先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够了，好吧 ？OK， 我这样讲，这样你知道我会，所以你看一句话，我们讲那么多。你我在讲，你去试听的话就是这样，那老师能不能啪啪啪言之有物，然后在言之有物的过程当中又会胡乱。谢家佑啊，不对不对，谢家佑是你是右任，我的名字真的很难记 ，OK 哈。好了，我会尽可能把你们名字都背起来，好不好？我尽可能 ，OK， 小班制嘛，对不对？啊，小班制版面，啊，现在很多人请假，因为一堆人出国，像嘉玉出国，玉佳，嘉玉。互相我记起来是你教我的 ,OK。好了，我先问他问张姐，然后那个哦他太久没自提。诶自提是你。诶等一下自提是谁，自提是你 ,OK、啊。他叫什么名字我忘了。
好，他什么时候回来？八月，你看，OK 啊，飞城不会回来，飞城，我没有要让他上课了，OK 啊，好，吕红玉是哦，他有没有要上课？OK 好，也没有 OK 好，应该也没有 OK 好了，我们今天有收看 Thank you OK 来自台湾台湾政治系 OK 系组以上台湾情报局的局长他辞职了 Over 因为原因是 Secretary 的 Smuggling 各位的 Over 是继续辞所以来 Secretary 的叫做香烟的走私 Smuggler 走私是这个字，回到这里来这个走私啦 OK 偷偷的走私那走私就等于下面就来 Illegally import 这叫非法的 illegal legal 叫做合法 illegal 叫非法副词修饰动词这叫非法地所以非法地进口那非法进口就是走私 OK 用英文解释这样给你听好 scandal 英文各位都学 scandal 前一阵子谢欣跟那个阿小超发生了 sexual scandal 对不对外遇 affair 来全班把这个字学起来 OK 请问是谢欣外遇还是阿小外遇信心没有吧？信心他不是单身吗？可是我支持信心耶，我比较喜欢信心。OK， 然后 A F F A I R， 来，全班各位是 affair。OK， 如果形容，比如说 foreign affair，OK，好 ，diplomatic affair，diplomatic 叫做外交的 ，diplomatic affair 叫外交事务。所以这个如果形容国跟国之间的话，这个翻成事务。形容男女之间这个字叫做外遇听懂吗，男女之间叫外遇 OK 这里有没有人想要有外遇好我好谢谢好啊写这个了我当然不要我不要我不希望我太太有外遇我也不会有外遇 OK 为什么要对不对 OK 好就你说老师你都不会想你不当初要走婚姻了你不要看老师行情好的嘞谢谢他哎呦你看我胖胖的那我嘴巴你现在被我都征服在我的嘴下 OK 好没有来开玩笑会讲笑话幽默霸气男生一定要幽默男生幽默不是要让女生笑记住三个女生未来找男朋友要找幽默男生自己有幽默感幽默感不是为了取笑他的幽默感是为了能够更容忍他的一个有幽默感的男生通常他的度量比较大不会斤斤计较靠最近真的有胖因为睡眠不久啊 OK 哈那你看到一个人没有他会自嘲啊他会嘲人啊所以他的度量比较他就比较不会斤斤计较那跟一个天天斤斤计较的人过日子你很痛苦的所以男生呢朋友先幽默感先朋友先幽默感先讲个笑话对不对好先讲个笑话就讲笑话第一步照着镜子照着镜子讲笑话第一步我长得很帅哇这就够这就够你笑一辈子了啊好我讲这干嘛 OK 好来我们往下看 scandal OK 好 SCANDAL scandal 名词想要去这个字叫做丑闻好高二高三会考另外一个字丑闻 scandal 所以好你这边写的是那个 smuggling scandal 走私丑闻那加 ing 原因是因为接续词一般变成 smuggling 走私的 smuggling 叫走私的好去一加 ing smuggling 在这里走私的所以走私的丑闻好了相关走私的丑闻叫做 smuggling scandal OK 那前一个是 humiliation 接下来这是高三的字跟丑闻很像 scandal 叫丑闻 affair 叫外遇 humiliation 这就是有不好的事情这叫做蒙羞，我突然好想尿尿蒙羞羞辱不好的意思丑闻也可以 humiliation OK 好对于蔡政府来讲这次的走私案无疑是一个蒙羞事件 OK for government side this smuggling of a scandal is a huge humiliation 是一个大的蒙羞案件 OK 间接影响到他的影响到他的 poll 什么是 poll 民调啊他要选2020啊
能不能支持谁？我们就现在小投票一下好了啊，支持蔡英文的举手，韩国瑜的一个 ，OK 哈，柯文哲一个啊，郭台铭一个，王金平、赖清德、习近平、雷蒙，好，他说 OK 哈啊。没有没有，我们纯讨论，你不用怕会被贴标签干嘛？没有，我也坦白跟你说啊，如果柯文哲出来选，我一定投他，因为我没有说特别选，但是我厌倦了蓝绿二斗了，我真的 I'm so tired of the fight between the blue and green， 我厌倦了蓝绿二斗了，你对就也没有啊，就选第三个看看 ，OK 好，我觉得试试看 ，OK 好，看如果不行，我就直接打电话给我的好朋友习近平，然后直接接管台湾。OK， 好，往下，好的，没问题了哈，蓝军往下，谢谢。OK， 补充完，看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他是英国的总理，新的啊，原本是女的，然后被拖不成，然后换这个新的，这个男的。你们要从这边呢，我要去看世界的一些新闻。英国他是 Premier， 他是总理，因为他们是有那个怎么讲，那个叫做哇，我不会说哎，哦对，君主制，谢谢。哦，你蛮厉害的，你看像日本。像英国、像印尼，他们这些国家有君主制，然后有君主制最大的特色是什么？他们的左卫是大卫，所以你会看到他们的车子都是右驾，日本是右驾，英国右驾，真的啊，印尼右驾。所以只有这种君主制，还有这种帝王的，你看像之前日本还改那个国号，那个不是国号，那个朝代叫什么？令和，对，令家东。自然组的，没有要读你社会组。OK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失敬失敬。OK 好，要读医科要当医生好了。OK， 我昨天跟我女儿说，我女儿四岁，我说 ，OK。那个一二回是原本的一二回，换题目的，所以他们考过了。要。题目换过，可是内容一样。哎，对，学长学长，拿出你的魄力哦！我现在去广告三班，他现在大一嘛，叫他广告三班，可能管不动，管你们也管不动，对不对？你们知道谁吗 ？Colin OK 好，你们前面两个同学知道 OK。好嘞，他也不错，他考到文藻西班牙系，准备要去讲西班牙文，来拿到水哦，来来 ，Rumba OK 好。知道西班牙人会弹舌，你不会弹舌不用讲西班牙文，他不会，他死定了。你们会弹舌吗？我这样子问我儿子，他说宝宝会，他这样，我说那是弹嘴唇，他不会弹舌，他是天生的。你们会吗？试试看、啊。摩托的咚咚咚大哥。没问题 ，OK 哈，所以我很适合去学西班牙文的 ，OK 哈。好，你们可能全部你们只能学日文的 ，OK 哈，不会全学 ，OK 哈。马古拉诺拉鲁朵是什么吗？麦当劳 ，McDonald， 日本人念成马古拉诺拉鲁朵 ，OK 哈。I'm going to 马古拉诺拉鲁朵 to eat a hamburger。好，上课。OK， 好，来，等一下，来 ，New UK Prime， OK， 好 ，Prime， 各位同学，这是总理 P R I M E， 来，全部跟你是 Prime， 闭嘴音，大便 Prime，OK，、okay, 所以 Prime 这个字叫总理 ，OK， Minister， 好，最后常常讲的 P M Prime Minister，OK，、okay, 好 ，Prime M I Minister T E R， 这字其他有字 ，OK， 好，全部同学，我是各位同学 ，Mini 叫做微小，对不对 ？OK， 好 ，S 是指君王的意思，以前在君王旁边的人是谁？是的 ，OK， 以前在君王旁边的就是微小的人 ，minister 叫大臣呐、啊，所以哈、哦，所以变成 prime minister 这个字叫做总理，因为这叫优先的嘛，主要的大臣，所以就翻总理。好，好，除了总理之外呢，我们的单字本都有讲，这 prime minister 很重要，因为在很多路线或新闻有看到他 prime minister。OK， 好，日本总理 ，OK， 好，英国总理，谢谢。所以我来了 UK Prime Minister， OK， 所以新的英国总理，那其他国家都叫做是那个 President， 台湾也是总统 ，OK， 好，来 Boris Johnson fires， 刚刚才交嘛，对不对？哦，对不起，没有交，我们刚刚就是。
刚刚教的是 quit， 叫做我辞职不看 refine， 那这个是 fire， F I R E， 这叫做炒鱿鱼，把人家给开除。OK， 好，开除 on E N P L O Y unemployed， 来全部跟你说 unemployed。OK， 对不起，这是 U N。好 ，U N unemployed， employed 叫雇用，不雇用这个字就叫做开除。这是我会比较喜欢翻这个字，因为我们刚刚明明讲 E N。P-L-O-Y employ 这个字当动词叫做雇用，所以这个字怎么翻比较好？解雇。今天来一个儿童美语的面试，哇，他的履历吓死了呢，文藻外文系，台湾科技大学的硕士，然后又去法国留学两年，然后教英文教了十年儿童美语，他只有一个缺点，他比较胖，女生很胖，比我还胖，但是他讲话中规中矩的，我看到他学历下沉，我就想说好，你可不可以试教。所以我真的发现会读书是一回事，会做事又是另外一回事。啊，他试教太紧张了，他就把攻击念错了，我在后面笑，我不敢笑。 OK， 好，他教孩子教Coca-Cola， 来问你是 Coke， 这是可乐，这是可乐 Coke， 很好喝，它念成 Cock， 这是公鸡，另外一个意思叫做鸡鸡。 You want to drink some Cock？ 你要喝鸡鸡吗？哇靠，什么叫喝鸡鸡？你知道吗？啊，你们去点餐的时候小心说 I want a large Coke， 我要大杯可乐，你千万不要说 large cock。 然后如果那个帮你点餐，如果刚好是 recommend， 他会说 black。 大鸡鸡加黑的吗？ Yes。 然后如果 right now， of course right now， 你一定要说 black， 因为可乐是 black 黑的嘛，你一定说 yes black。 OK， 那你们就达成共识了。 OK， 好，那就当场脱裤子了。 OK， 好，可怕。 OK， 发音很重要啊，我不要求到跟美国人一样，但不要差太多了。好了，不拿比赛教不完了。 OK， 好，有的是 The New York Prime Minister。 OK， Prime Minister 叫做副总理，首相总理。 OK， 好， Boris Johnson fires， fire 是厂长，就是 employee， unemployed 就是解雇， employee 叫做雇用，所以 E-N 麦克为 P-L-O-Y-E-R， 所以 E-N-P-L-O-Y-E-E E-N-P-L-O-Y-N-E NT， 一系列的一起学。同学，未来只要看到字首字跟 NNT， 只有一个词性叫名词，所以这个字 unemployment， 这个字叫做就业。前面我如果加 UN， 什么是 unemployment？ 漂亮，就是失业了。 OK， 就是失业了。你看看这样子是不是学就好多次，这个叫做红色。哦，我真的穿场尿尿的。你不是老师，你去啊，橘色加个月亮进来，这叫做失业。所以前面那种 the rate of unemployment， rate 叫率， rate 叫率， the rate of， the rate of unemployment， okay， R-A-T-E。 你有没有新英文？你刚刚有去拿掉吗？有吗？ OK， 好，我们现在第二则。 OK， unemployment of unemployment 叫失业率，这叫就业。所以各位同学没问题哈。好，来，那我们再处理这个字，来看一下 ER 跟 EE， 没问题， ER 加就变人嘛，不是人就是物，对不对？国小学过 TNCH 加 ER 老师，对不对？ OK， COOK 煮饭加 ER 厨具，所以不是人就是物。你千万不要说老师 teach 叫做教 ER 物，所以这个字叫黑板，你的赛啊。 OK， 哈，怎么是黑板呢？ OK， teacher 叫人， cooker 叫做锅锅的厨具。好，那同学 employee 这个字叫雇用，雇用你的人，对啊，所以我们翻什么？雇主，对吧？比较像中文，老板你可以说 boss， 你可以说 owner， OK。
好，那我们这个字就会比较相对的翻雇主雇佣你的人，可以哦，加油，我这一套都这样子延下来的哦，所以它都起来有字，它是有顺序从这边延伸，就叫做 mind map， 在国小儿童美语就叫做 mind map。 什么叫 mind map？ 很有名的心智图法。举例子，我讲到 X video， 你会想到什么？记得哦，威猛，你想到我干嘛？You know X video？ X video。OK 哈，哎，我写反了。那个，你不要去看到，很可怕。OK 哈，点进去全部都是没有穿衣服。OK 哈，好了，谢谢。哎，我昨天直播你有看你举手？没看，这帮的人。你有看 ，OK， 谢谢。所以你昨天我教你上网去搜寻 Google Daily， 你有搜寻吗？你开了然后睡觉。好了好了，这算是支持的一种方式啊！啊，所以我已经人之无尽了，等不到吧？等了啊，你加油。其实我为什么要这么晚呢、啊？其实有两个原因，因为。这么晚老师是方便同学啦，你看了，如果你11点半看这个直播，妈妈开门进来，干我，抓到我，然后看这龙某哦，他教英文，你看他教英文了，你妈就放下心房，走出去，那就要改，走出去之后，你妈已经想这个孩子11点半还在看英文教学的直播，放心了。走出去之后，你立刻切换频道。You can watch whatever you want, you know? 我在帮你 cover， 我在帮你掩护诶 ，OK？ 可以吗？你看，我都同学替同学设想，对不对？你妈进来看，她看到你在看英文教学，她就出去了。她就跟你爸爸讲：“哎呦，人家儿子好认真，11点半还在读英文哦。”但是要小心，你不可以马上切换频道，因为这时候爸爸一定会再来 double check， 打开门。手是必经的 ，OK 啊，两个都确认过了之后，你就可以切换频道。但是如果你是跟阿公阿嬷住在一起的，你可能要4次哦。啊，这四次啊，我的直播也结束了 ，OK 啊，好了，这个呢，来同学，以后看到一重音发它，全班用的是 employee。对，重音在它 employer employee 这个字，只要看到 ee 就是被点点点的人，所以这个字叫雇用，被雇用的人，中文叫做，对啦，雇人，被雇用的人叫做员工啊 ，OK 啊，这样会吗？所以同学来这里啊 ，train train 这个字叫做。火车，但动词叫训练，全班各位一次中在这里 training 是什么？被训练的人，所以这个字叫做对受训者，受训或者你可以翻学员，对不对？杨雨欣、林伟哈，你们是说老师那法器呢？没有这个字。什么 repeat？rapper 查应该有 ，OK 哈，不知道 ，OK 哈，没有看过 rapper，OK 哈，强暴犯，厉害的，哎，为什么你们这种字都背得特别好啊？你没有被 Vedic 教过啊？国中的时候 ，OK， 好了，往下来。New UK Prime Minister Boris Johnson， 哎、欸，我觉得我发现我上不完了，不行，我不晚了，我赶快把它上完了。OK， 来 ，Finds members of the former 这同学来 ，F O R M E R， 这个是叫前任的，通常是指正式的官职的前任。那如果说前男友叫 ex boyfriend， 前女友叫 ex girlfriend， 前妻叫做 ex wife， 前夫叫 ex husband， 这样就好了。OK， 好。这个就是前，但是正式的官员也有 former， 现在的叫 present， 来说明一次 present， 是之后的叫做 later， 这个叫下任、现任、前任，好吗？这叫前、现、下任，
可以吗？像前任总统 former president， 现任总统 present president，OK，latter president，OK，好，这就叫前任、现任、下任。